新闻处长刘依林甲民进局长颜进标甲十外位区长上讲，昨下出现伫安定一间专门生产着黄麻籽的清洁用品的公司，因为讲起甲董事长关心了天高个夜情，特别关心着一千块的防蚊液被何者区公所分散给防疫人员。你看咱担心哦，迄个登革的疫情来嘛吼啊，因为你啊，大家迄个会足无用啊，吼，包括公务员也足无用。啊，你讲啊，迄个作者嘛是有义工，还是讲迄个热气哦，咱想先管下热气。啊，大家都喷安尼，啊，预防起来安尼吼，较袂讲一直扩散，一直扩散安尼。你在看衰新闻，苏女刘一林表示讲，台南市部上有九例本土性天高个防疫工课袂当来办外挂，尤其是讲乌龙简讯来请起来开山里嘛是防疫重点，伊嘛感谢王董事长多拉关心和公所之外，嘛过来加码关心着清一关和该里的家伙。咱看衰里里咧，全国个遐。有拢保持袂吼，啊，咱无爱紧甲封闭，所以我加买咱迄个每一个迄个一号，咱咧开山里一号，咱加一罐互伊安尼。阿你非常感谢咱古堡还有王董事长哈，阿你叫你热心，他向来都很热心公益，那也捐赠我们他们的防蚊液，希望提供给我们的一些防疫志工，还有一些相关的防疫人员能够来使用，我们在此特别的谢谢他。天高个夜景有加温的趋势，防蚊工作是相当重要。这回去个关键的这个防蚊液是又比一般的防蚊液，除了当喷在身躯之外，身份嘛相当的计较。那个防蚊液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不含环保署管制用药的那个敌避的成分，那因为敌避这个成分，它虽然防蚊效果非常好，可是它对小孩子其实还是会有担忧的疑虑。那像我们是采用茶树精油里面的非常纯的纯物质，叫 terpino。那这个纯物质其实经过很多国外的科学研究都有做研究指出，它对一些蚊虫其实都有非常好的那个防蚊效果。那所以，你使用过防蚊液的关键，包括着安定神华三乡大来顶十个区长人来出席，给大家接过着企业的防蚊液以后，嘛希望工地区内会当发挥着作用，好，这天高个夜景未过来碰碰影。南面新闻台以下安定采访报道。